些宝物。那这宝物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平民的茶叶。各位待会儿也可以看，茶叶从生产，然后采茶、制造到各式各样的产品呢，我想呢，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，而且呢，可以发展到茶艺、茶道。各位，您绝对不会相信，如果待会儿让您一一的是看我们旁边的朋友们所准备的礼物的，你会发现，我们的平民在地的农会跟我们的好朋友们呢，实在是都非常有创造力。你能想象得到的都有，你想象不到的也有，所以呢，市政府在这里呢，跟区公所、跟农会呢，一定要把这些好山好水、好茶来跟各位呢来做分享。它都被限制了，因为平林区全区的面积有171平方公里，那我们全区的面积呢都被水库划定为保安保护区，也就是。我们翡翠水库的上游，那这个水资源呢，提供大台北都会区600万人的饮用水的一个水源头，所以我们的自然环境保护的有别于其他的乡镇市。依依炸还没有升格之前的319个乡镇市，平林是唯一一个没有被开发的乡镇市，一间刚留都无了哈，拢是农业，所以。在95年雪山隧道通车了后，造成地方的观光事业甲农业的没落吼。咱积极规划，结合着咱农政单位，咱上届政府的支持，把这个平安的包装地质定位地方的商业甲文化的这个固定的活动。那么咱办到这届已经是第九届了，据我计算，我们是办了第九次。因为为什么是第九次呢？每一年有两次。一个是春茶跟冬茶，所以在100年的这个第一次呢，也就是我们新北市升格之后的第一次举办茶节的活动哦，也特别感谢我们市政府特别鼎力的支持哦，包括我们这次茶叶比赛的包装也精致化了哦，以前我们的茶叶包装是每一台经包成一个包装，那今年呢，因为也实现了我们新北市市长的一个需求，把所有的市政都提升，让这些包装有一分改成半分啊。等一下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右边可以参观到精致包装，那是精致包装，尤其今年的气候，也冬天的温度有够寒，所以咱今年的茶叶的生产呢，伊的质量也特别好。那么这个无大劲，也咱今年的春茶的采收的过程，在采收的过程。气候搁特别好，拢无落雨。它非常具有特色，而且是夏茶一壶哦。这个我知道可以做的，大茶也可以。然后，好。来到的是这个德欢餐厅这里，那么呢，我们这一次平林包种茶节也有提供茶餐，欢迎大家来订桌，一起来摆斗哦，哈、哦。有面粉，就是我们家里随手可以煮的东西。那绿茶哦，它本身它有儿茶素、茶多酚、维生素 C 呀、E， 它很多很丰富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会把它用来这个方面做面粉。还有蛋，它本身它的清洁力。它的清洁力还有清爽都很舒服，让你皮肤更紧致。还有面纹的话，它本身有消毒、消炎、杀菌、消毒。像我们水手有时候都拿来这样洗，这是家里水手可以取得的东西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自制的面纹，而且又便宜，又蛮安全的，又健康、天然，而且你用完用这些把它组合起来，敷起来的面，还有我们的脸呐、啊，因为我们有加我们茶油，所以你敷起来的脸比较滋润呐、啊，还有光泽，比较紧致。